Hello, so this is the camera, this is 那个相机。It's in a very good condition. 它的品相都很好，可以给你看一下那个 lens。Okay, 它是没有那种 haze, fungus, 小灰尘是肯定有的 ,okay? 可是它是没有那种雾啊是什么的。然后 to insert the film, just open the back of the camera. And put it here.这样子，然后打开按一次，你就看到它变成一了。OK， 然后我们现在是有阳光，你按的话它是不会有闪光的，因为它是 auto 的。然后如果你对着按的地方，它就会有闪光。然后这个是强制闪光 ，OK， 然后这个是关掉闪光。再试一次给你看，因为刚刚没看清楚，看到吗？然后这个是那个计时十秒。OK， 然后你拍完36张后，你就需要推一推这个回旋就行了，这样子，它就会自己回旋了，都很方便用。然后你看它变成零了过后。它这个是会转的，它变成零了过后，没有声音了过后，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了，你就可以去洗你的胶卷了，就这样，很简单。谢谢。